易烊千玺抽烟戏份成经典，吸烟初学者演成老烟枪，演技炸裂。最近电影《少年的你》可以说是引发了超高的讨论度和话题度，其实这和作为主演的易烊千玺离不开关系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作为男主角出演电影，而且演技更是超出了观众们的预期。在这部电影当中，易烊千玺虽然是首次接触大荧幕，但是很多镜头却可以称为国产青春片当中的经典镜头，例如说将自己的头发现场剃成寸头，简直是帅到炸裂。而另一幕让很多粉丝和网友都非常诧异的，就是易烊千玺在电影当中在抽烟的戏份诠释得非常到位，像一个老烟枪，完全不像一个初学者。其实本身千玺是不会抽烟的，而为了演这个小混混，所以才和别人学了抽烟。在电影当中，他吐烟圈的动作非常的迷人，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。但是网友们更加诧异的是，他居然作为一个初学者就能演出非常熟人的感觉，可以说这一段真的是演技炸裂，这个镜头真的能够被记入国产电影经典镜头之一了吧。